谁啊？是我，夏雨竹。雨竹。 怎么能崴成这样呢？我刚才走得太急了。我给你上点药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肿起来了。我没事的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。我下午去印刷厂，看到死了好多人，我怕我看到。看到我也躺在里面是吗？ 如果真的看到，你要勇敢的面对。不，你必须活着。雨竹，每个人都会死，但死的意义不同。 今天我们死了不少同志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，我们的同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痛心，但我没有时间悲伤，因为我们还要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工作。在革命的征途上，我们就是他们的接力棒，革命的理想就是这样被传承下去，直到胜利的那一天。 如果有一天我也像这些同志一样，为了信仰而死，我不会怯懦，我死而无憾，我死得其所。因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，愿意为信仰付出一切，包括生命。为信仰而死。 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你的信任所在，也是你的价值所在，是指引，是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我听不太懂，但是我愿意听你的话。 你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这并不是信仰，以后慢慢你就会明白了。你今天为什么又？